四，你们起来，来老四来了。哎，我靠，老四，老四吃了吗？家们，老四吃了吗？我咋没看到老四吃串呢？啊，我在瞅瞅，你们起来，我老四。哎呦，老四拽撸，我操！你看看，干仗干仗干仗吧。完了，咬坏了，操你哥的！给谁咬坏了？完了，咬坏了，操！真的吗？你干啥呢，老四？啊？你干啥呢，老四？出来，明儿！出来，明儿！出来，明儿，出来！你出来！你操你哥！一会儿你爹咬你了！干什么了你？啊！你干什么呢你？操你妈的！哎呀，我的妈，真是愁人呐！过来，你过来，老四，拿来，过来，老四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。你说这一天的。晚上了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让我。为了吸引人气，操你个傻子儿！我他妈现在给你拉黑了，以后再也别来我直播间啊！我他妈为了吸引人气，我是不给俺家狗喂羊肉串，我给俺家狗喂羊肉串，我还能为了让他们打架，是不是傻？那人是不是傻啊？三位来。坐，这傻了吧唧脑残粉，天天就知道说一些没有用的。啊，你家他妈为了人气，为了人气让自己家狗打仗啊？傻吧？啊，长脑瓜子了吗？啊，长脑瓜子了吗？啊？不闹。我昨天就说烤羊肉串，是不是二姐？我昨天就说烤羊肉串，我是今天做决定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过来！来，你听话，三位，你看看你听话，我给你上点药来。你看，可能我都不敢给你上药了。过来，听话，不许动！彪，躺下！彪，躺下！彪，躺下！不许动啊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咬了个牙角，你看。
那你别咬我，你看你咬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给你上药。没咬别地方家猫，就是嘴上啊。彪三，彪，三，喊边，彪，不许动。就是嘴上有一个眼儿啊，没事啊。不能动。彪，你看你谁敢给你治病？谁敢给你治病？你总咬人家，啊？你看看你。